果看到了我父亲的那把长剑，他就挂在那个道恩琼斯的办公室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那儿，也许他是当年参与枪杀我父亲的人。八年了，我也记不得他的样子。我不怕死，在监狱里待了八年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受伤、骨折、禁闭，那里面无数穷凶极恶的男人想要侵犯我。一开始我总被打，不过我学过很多格斗技巧。我父亲曾经是东邦军特种兵，他从小教导我保护自己。我把那些人放倒了，他们之间又互相争斗，里面女人很多，也不止盯着我一个。后来打着打着，他们就不再惹我。我看到那些其他女人就跟畜生一样，遭遇非人的折磨，很难活着出来。我一直打一直打，终于熬了出来。可是这外面的世界并不比里面好到哪儿去。不，外面的世界会比你想象的好。反正只要有我在，就一定比里面好，信吗？你有着我想象中的男人那种勇敢的眼神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照顾，但这件事情我不想连累你们。不，不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让我劝你不要开卡车，要你给他们，他们还说让我不管你，看着你死。这些事儿我可能曾经都做过，所以他们觉得我还会继续。不，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，我也想开卡车，浪迹天涯，我不想再卑躬屈膝。所以我不知道你在监狱是什么样的，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，你说你能打我陪你，他们要敢打过来咱们就还击，如果你要做更大的，我拿命支持你。你为什么相信我能做更大的？因为你能让我着迷。十年前，一群自称幽人的武装组织攻占了萨克城，他们称自己的军警叫克利，实施高压政策，把我们东邦人划归为东邦流民。我们东邦人很多都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，忽然一夜之间成了流民，于是再也抬不起头来。曾经我们也抗争过，死了很多人，也包括我的妻子，她被克利拖出去，满地是血。我反击了，进去了。很多年了，后来我就开了修车行，聊以为生，干了有四年。克利军爷们经常来我这儿修车，他们干了私事，车坏了，不敢开回去修。原来我理解，全球灾难嘛，末日了，所以需要极端的政策管理。可能吧。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，这帮人纯粹就是坏，欺负老实人。我很彷徨，我害怕贺江你束手就擒，自己送上他们的床。因为那可能会解决你余生的很多问题。从未束手就擒过。我被逮捕的时候，他们拿枪打穿了我父亲的额头，鲜血流淌在衣服上。他们把我的头按在地上，死死地按在地上。
我挣扎起来，一脚踢断了他们其中一个的腿。他们再一次把我按在地上，抽打我，把我关进男女混合监狱，以为那样我会生不如死。那这一次，你还会这样吗？不会了，这一次，我要按着他们的头。张哥，你参加吗？说实话，我不像乔西那样，并没有因为你的到来就觉得能改变什么，但是我想反抗。所以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只要你告诉我，你被他们欺负了，你想打回去，那就有我一份。哥几个，带上我，记得带上我啊！干啥都带上我就对了。好，就明天。没问题。叫到人吗？齐哥，你不知道啊，现在敢跟他们叫板的，可能就咱们几个了。那阿豪啊，帮个忙。吩咐。告诉那些人。我们明天要反击，让他们都过来看看。看啥？看到底谁会躺在地上。